那我先，不是，谁先坐都很危险，这是单人缆车哦。左边也有啊，前后摇哎，还在摇，钻走施工这样，嘿行，这个水管里该不会是造血机什么的吧？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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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要往上爬。好，上来了，最陡就这了，后面就没了。等一下可以坐那一边的感觉是一样的，觉得那边的缆车比较好，先热身啊。Are you okay? V 字都可以这样滑的， V 字都可以滑的。好了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我先下喽。左边的雪道树比较多，感觉比较暗一点。左边的缆车，
边是车子停车场。警察局。哈，都是叉冰。这样四小时可以了啦，不用六小时，哦，对不对？就重复练习这样，再热一次。好像很好控制哦，好像很好控制哦，很容易拉回来。哎咻，
而且可以开始练面向山下了，这里也没什么，没什么侧面的速度。好。那我们来计算，我们会滑几回？两回了。哦，是啊。用不着现在算，回去用影片算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那还怎么看？对啊。那个是 petrol， 他做什么？他叫他不要走中间，他帮他拿吗？还是怎样？请他不要这么干。他拿着那个走啊，他就拿着那个走了。他就拿着他的 ski 一直往下走，他想放弃。好了，可以了。啊？哦，那我跟这个好
回到了。可能怎样？会怎样？有可能啊，就是要矫正姿势，所以录那个 pose 很重要。所以我说四小时差不多了。啥？可是实际上坐缆车好像三分钟哎。有啊，最下面啊，饿了吗？你说什么啊？觉得怎样？就是还是会动作乱七八糟。那表示你上半部还在怕。现在觉得人又更少一些些，所以你可以用宽一点点。然后你还是做重心脚练习，那只脚放低的那个棒棒，外脚放低，大概做个三四次吧。我是说上四趟吧，对啊。这种连续练习感觉还是 ski 比较不费力，因为他们要一直穿脱。话才讲完，突然间阻碍就变多了。他在练什么呢？他在练，他只是要过去而已嘛。好，我会离你远一点点。
肉状况如何？闪闪，脚、膝盖跟大腿力气有没有用到啊？膝盖跟大腿力气有没有用到啊？哎，九。可以休息、喝水之类的。刚刚被吓一跳，有点发热。我刚在你后面，差点要冲到跟你同一个椅子，吓了一大跳。贴纸有保护吗？我看我的生锈这样子滑一滑就会刮掉了吧，我猜啦，生锈滑一滑刮掉回去擦干一点。又一波，又一波。你跟我可以吗？一段距离，不用跟同一条线，有点难度。你只要落一段距离就好了。哦，少。那这一波就是喝水好了。嘣。没事啊，当然是按不住啊，都是水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有卫生纸的口袋吗？在里面。没有。我没纸。
还没有呢。这种曲度，下面看不到上面，上面看不到下面。所以你又要吃药，对不对？还好，还好。吃药我吃了，你都不用缠哦，你现在就直接抓，对不对？不要缠，是哈、哦。缠我也很紧张，我怕扭到手。对，不要缠，抓住就好。他在练还是什么？他每次都这样。对啊。好。算吧，我下了。
就它像吸尘器，它把鸡的多的吸走，它把鸡的多的吸走，还是喷出来，喷出来，它再喷这里，喷。会不会又是一样，一模一样？他练那个重心的，最后就会停下来。好像是。他都会这样子做啊。
为什么我一直被震啊？那个，我们现在进行一次，我在上面往下录你，你 OK 吗？你觉得你的 pose OK 吗？你觉得嘞？不 OK 啊。不 OK。好，我先录一次给你，我在上面你就滑下去，我一直录到最后，最后，最后，我用 iPhone 录，这样才等一下才能看。下面录，你说正面。没关系，我录背后也可以。我要正面。你要正面。好啊，那我先下去，那你就用 GoPro 看着我就好了。你全都要朝山倾啊，而且速度很慢。继续滑到底啊，继续滑到底啊，没了。本来要你继续滑到底，没了。你的速度好慢哦，超级慢的。会觉得这个场地有点跳吗？缆车怎样？没人坐、哦。那就是下面有意外啊。好了，你先去缆车那边。可以啊。还不错，现在只差我们一定要自己看影片检讨。
才会有进步。你现在就只敢横放就对了，宝贝你的棒棒。等一下帮你拍全身一张，得意的棒棒。等一下帮你拍全身照片拍一张，得意的棒棒。好了，这根棒棒我送你好了，送你得意的棒棒。没有，因为我刚看我这个跟蓝色还蛮配的啊，你不觉得吗？整套配在一起啊，所以他送错也就还是要教他，但是最后我这个蓝色我觉得拿了也不错，都有配色呢。来来来来，不要太前面，拍照。棒棒啊，不用太近，这样子。这边有光线啊，有没有？光线。哦，没想到还没呢。预备，三二一。怎么好像很矮的样子啊？我放低一点。好，有棒棒。那我再转过来一点。好，好，很多，你去吧。
中间突然间变狂奔，啊、突然失速。啊？好啊，好像很惨，这是溜的最烂。我感觉了。哎呦！但是我刚失速，应该还是有面向下吧，就是莫名其妙。怎么会有快餐车是吃 K 面呢？原主吃 K 面。啊。还不错啊，很快就可以休息，只差没有一个人在旁边念念念，手放屁，就2:44，我们到5:20，你觉得很够不够？对啊，因为很多趟，对啊，看我的，你看。头怎么抬那么高？不知道，这样好像走。好糊哦，糊的、啊，你看不见吗？对，我看不见。我的脸是糊的。没有对到焦，是不是？因为亮度不够。那等一下再重拍。还好啊，还好、啊。还好。是糊的，就我在。因为正在动，在动我就连拍这样。这是第二次拍有下面，第一次拍没下面，所以是第二次拍的第一张比较好。那我来打一张好了，打这张。看起来好胖。我是说腰身很大，我说看起来很短是这个意思。哪一张好？这有弧吗？好，底页的。脸好像是弧的，脸是弧的。刚在动。这个好。这个。页的前一张。轻松练功的好地方，是吗？他反应很慢。
关系了。我的把